Settle in, everyone. Let's start by getting into our discussion groups. And yes, there's been a massive error. Take your seat. You're not ready. My name is William. I killed both my parents. My name is Julian. I drowned my daughter and my two boys. So every time you go through your doors, you have to kill your kids again. What's gonna happen later, after we get home? Why don't you remind me what's going to happen later?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killed your wife. I'm gonna ask you to stop saying that, okay? You're also dead. I love you, Neil. But you love me too much. My wife murdered me. She should be here, not me. Who died first? They made me watch my funeral. You'll remember the moments leading up to it, how you felt doing it, how you felt afterwards. I can't go through that again, please. Get out! I've had enough. I'm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here. Yeah. Get up!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stop me, or I'm gonna kill you again.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加拿大新锐导演德维·塞维克只花了15天就拍成了首部剧情长片《回路人生》，很有创意地告诉大家所谓地狱是什么样子的异次元空间。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影评人张彦拓为我们分享。彦拓你好，欢迎来到《异想世界》。凯英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回路人生》讲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故事哦，其实是针对曾经犯下杀人案的灵魂，他们要面对的地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彦拓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故事？我想就题材而言，当然《回路人生》它是一部科幻片，但是它的科幻并不是像我们很熟悉的科幻片那种有很绚丽的特效啦，或者是有很多动画所画成的战斗场面等等，它完全没有这些东西，而是就像刚刚说的，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它大概让你进戏院刚开始看3分钟左右，你就完全摸不着头绪了。那它故事讲的是这个男主角他有一天一觉醒来，那突然发现他身处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面。然后出了这个房间，他发现他跟着一群人来到一个像是教室的地方，然后呢，大家就一一坐下来，那就有点像我们在欧美电影里面会看到的那种团体互助治疗的谈话会的那种场合。那所以就有人就站起来讲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然后我犯下的杀人罪是我杀了我的父母亲。”那第二个人就讲说：“我犯下的杀人罪是我杀了我的小孩。”对，那还有一个说：“我杀了我自己。”那电影看到这里呢，包括主角还有我们观众，其实就都处于一个一头雾水的状态。那可是这个故事就渐渐的告诉你，那包括里面的角色就跟这个主角讲说，其实你犯下的罪是你杀了你的妻子，那现在你已经死掉了，所以呢，你就等于像是死后下地狱，所以你就来到这个地方，你的要被惩罚的一个过程。那回路人生借由他的科幻的故事的创意设定是在于，第一个他借由刚刚说的这个像团体治疗这样的东西，去有别于你想象中的那种刀山油锅的场面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像牢房或像教室一样的地方。那第二个呢是这些人他们谈话完了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就门一打开进去呢，他却是回到了当初他犯下那个过错，他杀人前的也许一天，也许半天。然后呢，这每一个人他们都被迫要再次的去经历那个他们杀人的过程，对，然后呢，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去承受那个煎熬，而且呢，男主角会发现，他很努力的是在这每一次的过程里面，试着想要去避免自己这么做，想要去改变一些中间的细节，但是呢，他永远都办不到，那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被煎熬的过程，就是这部电影里面的所谓的异次元的地狱的空间。那就像刚刚说的，这其实是一个完全是科幻设定的主题，但是它的拍摄质感却是很朴素的，它完全没有动用到任何的什么特效或者是动画的效果，而是就是一般的写实的镜头而已。它纯粹就是借由一个叙事，那怎么样去讲这一个前后时空，那怎么样去讲里面的一些线索来构成这个故事的特质。那也就像凯英刚刚说的，这位加拿大导演，这是他第一部拍的剧情长片。对，他只花了15天就拍好这部片，但是其实他自己说呢，在拍这部片之前，
他前后整整花了4年的时间去筹备，那包括反复的去修改那个剧本，以求希望里面的整个逻辑是没有破绽的，那希望里面的时空顺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可以感觉到这是他用尽全力去雕琢出来的一个很精巧的艺术品。那也因此在看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故事本身就是带来最大的魅力，所以其实大家都跟着这个男主角，就是他案前案后一直不断的重复一个 loop 里面呢、啊，慢慢的抽丝剥茧，然后挖掘真相，然后也看到主角的成长。那其实最近就是用时空轮回的这个概念 idea 的电影很多，要不要帮我们做一下对照？对，我想在讲这样的题材之前，我觉得可以先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科幻？我们在讲。当然电影都是假的，那但是很多电影或小说里面它会存在的一些世界，这些世界它可以发生一些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譬如你的魔杖一挥就有魔法跑出来啦，譬如你可以开着太空船到外太空去跟别的外星人交战啊或交流啊，那或者是你可能有超能力啊等等，那在这些都可以称得上是幻想的故事里面呢，有某一个类别被称作科幻，那我自己一直以来的解读是这样，就是说所谓的这些科幻的故事，他们虽然是幻想的，但是他那里头的那些关于跟真实世界不同的那些幻想的层面的东西呢，其实它都可以被故事里面的某一种看似是科学的，你说语言也好，逻辑也好，或者是数学也好，去想办法要去解释它。所以这样的世界它虽然是科幻的，但是它会有一定的一个逻辑存在，会有一些规则存在。最经典的像比如全面启动那里面的那一层一层的梦境，还有人要怎么样在其中穿梭自如，它就是有一个规则存在。然后这样的科幻故事呢，它通常会花它前面的可能三分之一或甚至一半的篇幅，那所有的情节其实都是在做一个说明，进行一个说明的过程，跟观众解释这一个世界这个特定的时空里面的一些规则。那再借由如果他有办法把这些规则讲得引人入胜，让你看得津津有味，那么在电影最后呢，当他把这些规则转变变成推动剧情的一些可能性的时候，那你看完你就会觉得很过瘾，而且你会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科幻片。所以同理，其实回路人生也是如此，就是他花他前面的也许一半的时间，借由这个男主角他其实是从刚刚说的一头雾水的一个状态，然后去慢慢的抽丝剥茧，去一再的经历他的那个案发的过程，去了解到说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他也了解到他所身处的这个异次元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则，那在借由后面也许借由变动这些规则去达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对，那当然像这样的这个时空轮回的概念就一定会想起的，当然是前阵子大家几乎都看过阿汤哥演的《明日边界》。那《明日边界》那就是一部跟《回路人生》相反，它是一部完全典型的好莱坞的科幻片，它有非常精彩的特效，有非常绚丽的战斗场面。那阿汤哥所饰演的这个英雄呢，他有点像是他得到了一个特权，所以他可以在他一再失败的战场上面，每次失败了之后，他就可以重新再来一次。那他可以得到一个一再的尝试，一再的尝试。以去达到一个一直没有办法达到的目标，其实是一个往未来往前看的一个概念。但是相对的回路人生它则是一个往过去去看的概念，这个主角面对他过去犯下的过错，那他被迫要一再的去体会那个去体验那个过错，而且呢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逃离那一个回圈。所以相对于明日边界，我相信这部电影卖得非常好，而且大家都很喜欢，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它是一部很有幽默感的电影。那它把这个好像失败了其实也不会怎么样，你可以一再的重来。那所以把这个生死这件事情看得就比较轻。对，但是相对的像回路人生呢，它就是把死亡这件事情，把死亡的痛苦看得非常非常的重。对，而且它是会无限绵延下去的，所以你就被迫要永远的处在那个死亡的情绪里面。那还有另外一部也是我很喜欢的跟时空轮回有关的科幻片，那是前几年的启动原始码。那启动原始码非常好看，而且它跟回路人生比较接近的就是它也是借由一个，当然它的主角并不是那个受害者，可是它有点像是做一个调查，所以呢它也能够回到某一个案发的现场，然后一再的去
经历那个案发前的那段时间，然后借由每一次进去，他都从不一样的角度去办案，去找到一些新的线索，然后可能就推翻了主角认知，或推翻了也包括观众我们每一次每一次的原本的想法。那这样的东西跟回路人生其实是很像的，因为这个主角呢，他从他去到那里，然后人家告诉他说你杀了你的妻子，然后他自己觉得完全的莫名其妙，但是他藉由在那个过程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他也就渐渐的拼凑出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拼凑出那个真相来。而且不论是启动原始码还是回路人生，他们都也在电影的后面有个很精彩的转折，而且借由那样的转折去改变某些规则，那借由那个转折去凸显出最后还是有一些人性的光明面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这两部电影都让我非常喜欢的很重要的理由。回路人生虽然不像明日边界有这么声光特效的这些刺激了，但是他光是靠他的剧本就已经就是紧紧抓住了就是观众的心。其实在任何我们人类文明你说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一种惩罚也好，那种规训与惩戒的那个机制，我们所想象中的一个完美的系统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永远都有人有办法去冲破这样的东西，去做出你意料之外的你原本所想的因果。